好运来，新好运来，新年到，我来给大家拜个年了。哇，这就是你新解锁2022年的拜年新姿势吗？那必须啊，过年当然要换一身新衣裳啊。不仅我的外观发生了变化，就连游戏背景都拥有了热热闹闹的新年氛围哦。所以你为什么还是跪着玩游戏啊？游戏名字就是男人就跪100层啊，我有什么办法？哎呀，你一直跪着也不是办法呀，我看我都心疼。哼，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你会心疼我啊？来人，上香蕉皮伺候，这才是你的最终目的吧。接下来的时间我还会随机给你塞香蕉皮，除非你来个才艺表演。不是吧，跪上100层已经很变态了，还要附带才艺表演？你照做就完事儿了。都怪你小月，害我分神了。阿阳长阿阳短，阿阳跪搓衣板没人管。哎，停停停，你怎么还委屈起来了？要不你来跪一个试试。我知道这很难，就当为了粉丝吧。我再答应你一个额外的条件好了。嗯，说说看。只要你能跪上100层，我就真的。嗯，小月，我可要冲了。什么鬼？你怎么瞬间长了50层？小月呀、啊，小月，你可没说不能使用辅助道具哦。哎呀，没想到你是这种人。哎呀，你又害我分神了。哎，不过还好，总归是上100层了。嗯，看来我真男人的名号还是实至名归啊。跟你的真男人名号过日子去吧。好好好，是我耍赖，是我的过。从现在开始重新计算得分吧。这还差不多，我一个女孩子能答应您那种要求已经很过分了，你就知足吧，臭阿阳。好好好，我一定认认真真跪搓衣板。不过话说，你之前答应过我的可还算数吗？我又不是你，说话当然算数啦。你们也快来搜索是男人就跪100层，大家一起去嘲笑阿阳。